哪有这么多？大事不好，大事不好，吵起来了，吵起来了，动物们吵起来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听动物们说，今年夏天只有三个西瓜，所以大家都想要。啊？就为了三个西瓜吵起来了？啊？那现在吵到什么程度了？哎，你自己看吧。我的，归我，我的才对，应该给我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归我，归我，归我，应该给我，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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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才对。热，今年特别热。虽然我也是习惯生活在热的地方，但并不是不怕热呀。虽然都说我耳朵大，可以扇风，但是你看看我的耳朵，再看看我的身体。怕晒，谁不怕晒啊？我都恨不得整天都泡在水里了。你整天泡在水里，不是应该比其他动物更凉快吗？哦，那也只有身上凉快。我的皮肤晒多了容易开裂，我得吃下富含水分的大西瓜，才能由内而外的补水。喝水不能补水吗？我怎么知道？如果西瓜只有三个，这么珍贵的话，给我吃才是最合理的。因为我会把吃下去含有水量高的东西，将水分储存在胃里的水囊中，慢慢消耗。对于三个西瓜的吸收和利用，一定是最大的。太难了，西瓜到底给谁呢？干脆你们三个一人一个吧。哎，好主意，这样动物们就不会争了。是啊，就该讨伐我们了。嗯，要不然谁不争咱们给谁，给最讲礼貌的当奖励不好吗？蜥蜴没争，那就给他。见到你们可真是高兴。我们也很高兴。他们大部分都是吃虫子吃肉的，真的会对西瓜感兴趣？你问问不就得了呗。你好，您爱吃西瓜吗？西瓜没吃过。如果是西瓜虫的话，那倒是有点兴趣。啊，天气这么热，西瓜可是清凉解暑的，难道你不想吃？清凉消暑？那更不想了。我们冷血动物好不容易才赶上夏天，暖和暖和。所以你们都活跃起来。是呀是呀，胃口也好啦，天天都想多吃点小虫子。原来如此。
现在事情解决了。哎呀，天太热了，我们之前太不淡定了。就为了三个西瓜破坏了和平，不应该。唉，太丢脸了。西瓜你们吃吧，我们不吃了。嗯，反正到了热的时候，你们会准备大冰块的。我也有冰块。哼，我呢就沉浸水里，在背上涂满泥浆，就不怕晒了。天热的时候啊，人们会帮我准备很多水，我用鼻子吸水喷在身上，随时淋浴，也很凉快。我比你们都耐热，因为我能自动调节体温，只要让体温高起来，就会觉得凉快了。西瓜，你们吃吧。太有礼貌了吧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因为营长给他们送来了冰块。哇，咋的呢，美滋滋。现在动物们有点不吵了。但是现在三个西瓜到底分给谁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大难题，翻个跟头，那还是大难题啊。来来来，朋友们，哎，嘿嘿，我新研制的饮料啊，西瓜椰椰，来，人手一份，拿好了。哎，西瓜汁啊，你们平时不是挺爱喝西瓜汁的吗？怎么觉得你那么惊讶呀？三个珍贵的西瓜被你炸了。什么？三个珍贵的西瓜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说今年只有三个西瓜吗？今年夏天本来就很热，为动物朋友们准备了很多的西瓜，光这个口味啊就有三种啊。口味？嗯，三种。对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是鹈鹕听错了。所以说难题解决了。来，朋友们尝尝我的饮料，干杯。耶、yeah.天气一热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动物都有各自的办法，比如说。
小书包你装满想象，一起去森林找宝藏。你想学游泳吗？游泳？你没事吧？我看在水里飘着挺舒服的呀。谁啊？谁飘着呢？河马家的那个小家伙。小家伙还能飘着一动不动啊？可不嘛，我看他半天了，一动不动。一动不动？半天了？你确定？我当然确定。啊？这看上去怎么那么像？他该不会是……该不是什么？糟糕糟糕，出事儿了！你是说，不会是……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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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着火还着急。对，听说小河马在水里待了半天了，一动不动，估计是有危险了。大风筝没空该走了，走走走。爸爸，你们倒是带上救援工具啊。等等，不对呀，那河马在水里还能有危险？还是我听错了？我也需要救援。哎呦，幸亏啊，咱们救的是宝宝。如果要是妈妈的话，哎呦，如果要是妈妈的话呀，就得用起重机来支援了。看来你们是完成任务了。对啊。你们去救的确定是河马宝宝？确定是河马宝宝啊，他还这么小，就已经傲娇的鼻孔朝天了。啊，对啊，而且他的耳朵还能360度转圈圈呢，太可爱了。看来我还真没听错。那你们确定河马怕水吗？对呀，河马是半水生哺乳动物。糟糕糟糕，出事了！又出事了！河马妈妈生气了。你们什么情况啊？我宝宝在水里休息的好好的，你们为什么要把它捞上来？这也太欺负河马了！这下好了，惹祸了。你们快去道歉吧。大风车，你可不能不管我们呀。对呀，大风车，大风车，大风车。
你们的动作还挺快，我就离开一会儿，你们就把它给我捞上来了。我们这不是关心则乱吗？关心？哈，那你们也得关心对了呀。我宝宝在水里才休息了半个小时啊。我们这不是听到求救信息了吗？什么求救？还没救了？我们可是河马，河马呀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们应该先核实一下信息的。这倒好，我宝宝到现在还在闹呢。哎呀，您就别生气了，我们错了还不行？你们这一错，我的宝宝就又得哄半天才能哄好。那要不我们帮您哄？嘿，那可不行，他们在水里啊，耳朵和鼻孔都能闭上，像阀门一样，咱们可不行。对不起啊，我收回刚刚的话。哎，得了，你们呀就别瞎帮忙了，越帮越忙。你们呢？还是快去小镇里宣传宣传科普知识吧，这有些动物就是喜欢听风就是雨。现在好了，到处都在传我的宝宝要没救了。哎呀，真是可笑。确实挺可笑的啊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们现在啊就去宣传。那您记得帮我们给河马宝宝带声对不起啊。再见再见，我也知道你们都是好心，谢谢您的原谅。再见再见，咱们走吧。走走走。来喽，我为大家呀亲手做的小熊猫能量套餐，来压压惊压压惊啊，美滋滋啊。快吃！宝宝，河马妈妈又来电了！啊！喂！哎呦！啊！救命救命！你们快去看看吧，田纳西洋。对对对，就是田纳西洋，他不呼吸了！快快快！哎呦，快救命吧！啊？什么情况？怎么又是救命啊？该不会又是误会吧？可是这是刚教训过咱们的河马妈妈呀。那还等什么？快呀！走走走走走！啊，什么呀？到底怎么了嘛？哎，等等，是一切找一致，你们倒是先了解了解呀。哎，这事儿听着也很奇怪，我还是查查吧。是要离开你的，所以你要快快长大。不要，我要永远和妈妈在一起。哦，我的宝贝。妈妈，我会挂了吗？哎，要挂也是我先挂。我的天哪，这不没事吗？哦，我的天哪，是有什么事儿了吗？你们这样让我感觉很紧张。哎，你还紧张？明明是我们很紧张啊。河马妈妈怎么乱说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河马妈妈说了什么？田纳西洋挂了，田纳西洋挂了，田纳西洋挂了，田纳西洋
我挂了，这可能是个误会。误会？我不喜欢误会，误会让我感觉很紧张，我一紧张就会晕倒。我不能紧张。晕倒？难道河马妈妈说的没气了，只是晕倒了？当然只是晕倒了。难道我会紧张到挂了吗？晕倒和挂了是有区别的，晕倒可以自己醒过来，而挂了就永远和你们说再见了。天哪！哦，这些问题让我非常紧张。哎，别，你可千万别，你可安全。真晕倒了，真的没有呼吸了，救命啊！这回大家再不会道听途说、乱传消息了。嗯，而且呀，河马妈妈肯定彻底原谅咱们了，因为她自己也关心则乱了。哦，大风车又充满了一个电。哎呦，这么高兴啊！哎呦，大家做科普宣传啊，辛苦了，给你们做的能量蛋挞，来尝一尝。这是我最爱吃的。动物多，今天给他们排个队。斑马排第一，它们黑色的皮肤上长着白色的条纹。骆驼排第二，背着两个大大的驼峰，它平时可以闲庭信步，但要跑起来也是飞快。犀牛排第三，别看它这么大个头，它可是标准的食草动物。大羚羊排第四，它的老家在非洲，喜欢成群的生活在一起。说到这儿，你能看出来它们是按照什么规则排队的吗？别着急，咱们从上往下，从头到脚再看一遍。为了高速奔跑，斑马进化出称之为蹄的一根脚趾。为了方便在沙漠中行走，骆驼进化出宽大的两根脚趾。为了支撑庞大的身体，犀牛进化出稳定的三根脚趾。前两指发力加速，后两指制动刹车，大羚羊进化出四根脚趾。哈哈，看明白了吗？
现在明白了，小熊猫确实长有第六只，应该在我们的队伍中排名第六。而灵长类动物金丝猴长着五根脚趾，自然排在第五喽。哈哈，这样一来，我们的队伍就排好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Yeah!